守护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，就像我自己做双眼雨还是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要制造一点巧合，就算最坏的结果，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，我不会避躲，全空白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双眼。